我们现在是模特展示。台湾的粉丝特别特别的热情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曼。我是小江。今天去蓝田帮网友代买一个蓝田玉，这个网友呢是台湾的，他是前几年来西安旅游的时候买了一个手镯，然后不小心摔碎了。我们今天就去原产地帮他看一下。26分钟就到了。蓝田玉雕大世界，好了，现在到蓝田的最大的玉器批发市场。李商隐有一句诗：“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。”啊，这不是吗？啊，真的有啊！这，我的天，他这还写错了，“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。”他写个日生烟，不专业，不专业。里面的蓝田就是说的是蓝田的玉。走，咱现在去找一找。之前这个市场还挺大的，很大一片，全部都是卖玉的。这两边门面都是卖玉的。批发挂件手镯，到处都是批发的。这主要搞批发。啊。批发蓝田玉批发，前面前面那个批发，哼，净是玉，这应该都是玉吗？玉的，看个玉嘛，对，这边是玉，这全都是玉嘛，是吧？啊，全都是玉。哇，这颜色还挺漂亮。是蓝田玉，这哦，和田玉油性米都油性好一点，这个价值比较高。但是我感觉透亮的话差不多一样。和田油性好，和田玉透一点。和田透油。哦，和田玉更透一点。看着上档次，你这样吧，如果你想带自己上档次的话，就是和田玉，灵性感觉，油润，灵性好。老板这儿东西特别多，嗯，行车时间比较短，对对对，是不是老抠？乐粉的贵，乐粉得万把呀。正在看手镯，就是这个啊，年头比较偏，比较小。对，好，哎，刚才这家啊，这家呢？哎，我在前面，前面。姐，你说刚说是想要蓝田玉还是和田玉？还是刚那个？和田玉，和田玉它属于是，这是蓝田玉吗？这是蓝田玉，和田玉就是这种的，来了。这种蓝田，这种蓝田玉。你多高？这个很漂亮啊！老板现场教学怎么量这个手？现成给你这样子看，这个压住，你给我压一下，压好，没事，压到这儿，这儿量大拇指，就这样量。啊。啊，放平量啊。这都是十几年的老店啊、哦！我们家族，这都是一个家族。你手小，你手小。哎，要不要给你一会儿也买一个？你让他看这个。啊、哦。哎呀，都这个。你小圈，你手小。好看，好看。嗯，好看。小曼，你带上来看一下。你带上来，让你看。这个比较细一些。21左右。还有宽一些的。嘿嘿，我觉得还挺漂亮，给你也买一个。给你买就买少一点、啊、给我们小曼也买一个。对对对、啊、我觉得还挺漂亮的。这个是宽一点的啊。小曼现在是模特展示。哎，小佳，如果他这个价钱我可以一次买两只的了。你先带一只，你看一遍，说不要一次买也就一起。早上还好没人、嗯、你刚走的时间我知道了，麻烦你了、因为我们也是想过来试一下。老板在说我们心特别细，后期如果有人要我们也。小佳正在结账，老板在开票，差不多搞了一半的价。给大姐买完了，然后给小曼也挑一个，我觉得真的还不错，这个紫色的，哎，可以，你戴上啊，一会儿顺丰快递就给发到台湾了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都过来。行，就这种，拿小一点的，给小曼也挑一个。解放一下你手，54。
五色的圈口。这个不错呀，这个紫色真的。太大了。哦，太大了，让挑一个小的。我先拿个小圈的。现在快递说的很，这种本来就为了安全，就是把锁封是最好的。对，一会儿对肯定要包装好。哦，他给咱包要必须包好，给他要讲，然后就是、嗯、你没给他，你那个大姐说要保价，他发的太晚了，太远了。没事，我一会儿给保价。哦，保价。嗯。嗯这个它都有扣的，它必须要包好，然后把这个扣到里面，它要包、哦、先包好、哦、要不然就慌的啊、哦、嗯，这个都是先一包装啊，这一装确实好看，嫂子快递发量的盒子，这给你顺丰，这也必须要包好，钱，三十多块钱。三十万，哎，那咱老给咱发的，就是可以实惠，老给跟我发的价钱给你算、嗯。对对对。发台湾还挺便宜啊、哦，三十多，我还想着五六十，但是得保价呀、啊，虽然六百块钱也得保一下。要保。嗯，还有保价。保价用了没？发台湾估计得三千吧。发台湾三天啊、哦？哦。好的。寄快递确实挺麻烦。还有各种证件，然后。还有什么认证啊、哦嗯？认证，实名认证。啊、嗯。然后你过去那帮要交关税。不一定交。不一定。他有的产品要交。有的产品看你什么产品。嗯，不确定。名字，匿名名字啊。你想抢啊？就这样。就在这儿。顺丰快递。一联，他这儿有个地址，一联。这是你。嗯。包装好，对他们这儿也是经常发。啊。走走走走。还有就是那个蓝天音箱，哦，对，蓝天音箱，蓝天音箱都是车不好看，离这也一活络，离这不远，方程这就一千米就过。行行行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，再见再见，好，拜拜。好了，现在准备在蓝天这儿吃个小吃或者特色，货刚直接就发到台湾了，三四天就到了，走呗走呗。省级文明现场，蓝田欢迎您。前面有个蓝田印象，咋样？给你买这个？嗯，咋样？刚才寄出去那个两个是一个300，总共是600，然后我这个是230，因为我这个带有瑕疵。哦，这裂了，你这不是瑕疵了？不是，哎呀，我就看上这个裂就裂，那一点就看不了。230，可以。不过这个戴着真的显年轻，发一点点紫哦，真的还有点翡翠的感觉。蓝天印象，蓝天出名的就是活络了，就在这里吃一吃。蓝天会客厅，哎，很有感觉。蓝天厨师之乡，看着挺正宗，还得排号半个小时，等一等，还得排个半个小时。蓝天印象，七号到了。哎呀，刚看了一下菜单，真的感觉好多都想吃，但只有两个人。难怪这人多。10块钱，这么大一碗。这个多。这个也这么大一碗。16块，16，这么多。吃吧吃吧。来帮我。对，确实量大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汤才14。14。半汤，半汤。嗯。你要吃的半汤吗？菠萝。小曼吃的煎饼。看这个菠萝。上了芥末，来蓝田必须吃活络。是不是用荞面做的？能尝出来？一部分荞面。我发现这儿。吃饭就是比西安便宜一点。对对对。疙瘩拌汤，里面有疙瘩拌
面粉，对。拌糖，你知道怎么吃个拌糖吗？拿面粉做的呀。好久没吃这个了，上一辈我奶跟我妈他们喜欢做这个疙瘩拌汤。嗯，我们俩还放了豆腐、鸡蛋、豆腐皮儿，像这种都是面疙瘩。量太大了。哦，量大了。真的是吃不完。一共是64块钱。打包走了，现在回家。咱要买个手镯，咋了？心情都变好了。嗯，我回来想了一下，一个手镯300块钱，这个价位其实还算可以。因为我在网上看，一般在景区买的话要1-2千块钱，但是我觉得如果能把价钱搞到200块钱之内是最好的，但是我真的无能为力，搞不下来价。可以了，价格很合适。然后希望台湾的，不知道台湾的粉丝收到之后反馈怎么样？收到实物之后，期待反给你反馈。还有就是台湾的粉丝特别特别的热情，给我们发了500块的红包，但是我没有收，我就觉得天哪，就过去开车过去就半个小时的事情，这钱挣了也太不心安了。刚好也给我们视频提供了素材，我们可以赚这个流量钱，所以就考虑一下就没有收。嗯，刚好也去蓝田尝一尝美食，转一转。对。